谁说只有男人做得到？很多东西呢，大家都觉得说男生做起来很帅，但是殊不知他们觉得女生是做不到的，但是女生做起来反而更帅气。比如说粗工，哎，我跟你讲，讲到这个做工的女生真的非常帅气。我在网络上看过很多那种是真的，人家在工地里面拍到那个女生在做工，哇，真的是也是扛那些什么钢筋水，然后抹那个叫什么水泥，然后扛东西，那是他们是真的非常专业在认真的，怎么样？我有自己弄啊，我的那个第二间全款就是我自己弄那个稀酸盖板，就是盖那个上面的天花板，然后弄水泥。你自己盖天花板？对啊，跟我的 partner 一起弄，就是要先买那个材料，然后再把它拼接，然后抹那个接缝的油漆，然后等它干，然后还要再打磨，然后最后还要再上漆，就是看 YouTube 学啊。好厉害！看 YouTube 就学得会。对，然后还有我的 IG 上还有我在那边弄水泥，然后水泥整个喷的我整个衣服有。哇！对，还要钻地哦。没有，是我通常是钻那个墙，就是会要弄一些东西。然后戴那个眼镜吗？对。然后还要割那个铁的时候也是要戴那个镜，因为会有那个火花冒出来。对，护目镜。所以你在做电视的时候，你有觉得自己帅毙了吗？我觉得很可怕。但没有觉得很帅，只是觉得很棒的经验。就是一般女生可能比较不会这样弄，但是省超多钱。我是为了省钱。对，我是为了省钱。小时候你会喜欢女生做一些就是你料想不到的事吗？然后觉得她帅毙了？我觉得会耶。譬如说什么？我曾经有组过一个乐团，然后我很沉迷我们的女贝斯手，她的头发很长，然后她每次弹贝斯手甩的时候，那个发箱就在旁边，然后她长得真的很漂亮。重点是他还可以用牙齿弹贝斯，牙齿很酷吧？我不觉得这好酷。所以他什么时候情况会用他的牙齿弹贝斯？因为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玩 heavy metal， 我们是玩重金属的，所以他边甩头的时候那个样子真的是哇！我觉得甩头就已经够了，然后突然这样子，那不是很奇怪吗？真的，他那时候真的，我跟你讲，他只是这样弹的话，你会觉得他真的很帅气，而且他还可以背后弹贝斯。那时候我们去 pub 的话，我们几乎我们那一团呢，其实都不是为了看我们那团来唱歌，都是为了那个女贝斯手，因为女贝斯手长得真的很漂亮。女生，你很少看女生弹贝斯吧？有没有看过？那维维觉得哪一团有女贝斯手？哪一团？来，我也不知道，忘记了。可是有啊，世界各地你弹贝斯的女生很多耶，不多，真的不多，很多，真的不多，真的很多，真的不多了，真的很多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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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人，然后呢，他就是也是头发非常非常长，而且很瘦很白。然后呢，我每次跟他出外景的时候啊，就是他都比男生摄影师助理，反正比男生都还大胆。然后我们有一次去，就是要去采访那个眼镜蛇，那个眼镜蛇其实采访眼镜蛇本人，不是就是也就是要去，真的要去成为眼镜蛇是什么感觉？你有咬过人吗？就是要去眼镜蛇园，为什么要咬他？他就是那次的采访顺利吗？其实很可怕，因为那个眼镜蛇只要他那个金刚眼镜蛇只要一滴，就是一头大象就会死掉。然后一滴的毒液，一头大象就死掉。对，然后他的那个就是养他的那个主人，他手上可能只剩下三四根手指，都被咬断。因为他只要被咬到，他马上就要先切断。太惊了吧！你说当场要立刻切断？对，因为他那个大象一滴就死了，人很快就会死掉。那干嘛养那个？对啊，可以卖钱啊。然后呢，后来呢，那只眼镜蛇就是被那个就是养他的人杀死，就是杀来吃。就是要杀来食吃这样子。那不是有一颗心吗？心脏，然后就拿那心脏就还在跳，就说就是请我们吃。那其实连男生都不敢吃嘛，因为他的心脏吃的是会补什么吗？其实没有讲哎，但是就是还是活跳跳。没有，心脏不会有毒，就是活跳跳的放在一个酒里面，就是要你喝。然后我是已经哭的半，就是吓得哭的半死这样，然后就没有人敢喝。然后那时候那个当下那个制作人对拿起来喝了，他就说权威最高的喝，他就看了一下，就这样一口就喝掉。他应该喜欢喝酒吧？可是里面有一颗会跳的蛇心哎，你就赶快把它吞下去啊！不要嚼就好了。
哇，我觉得那真的很需要很大的胆量。如果加在威士忌里面，我 OK 啊。你只是想喝威士忌。反正他就是，我每次跟他出外景，他比男生都还大胆。哦，这个男生对，为了节目，就我都觉得他有点，就是每次都说他是恶。其实你也不用那么恶魔，对，你也不用那么怕那个眼镜蛇，你就他要对你攻击，把他眼镜拍掉就好了。他就变普通的蛇了。对对对，好了，不好笑啊。我看好像白布蛇。你是信手拈来的吗？信手拈来。那白布蛇怎么办？如果遇到白布蛇的话，就你被它咬了，走99步之后不要再走就没事了，就 forever 停在那。forever 停在那。哦，原来是这样。了解了解。所以观众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好不好？对对对。今天现场我们要邀请到很多很帅的女生，对各行各业的。等一下我们可以邀请她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猜猜看她帅在哪边。首先我们要先欢迎第一位帅女生，欢迎小绿。这一看还需要猜吗？最近是对不对？马力欧赛车，马力欧。你好，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不要先不要透露职业。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绿，大家好。你是外拍模特儿对不对？可能是。coser。我是就是赛车手，然后其实我有在修车。有人因为喜欢你，然后特地把车开去你那儿给你修吗？有，也有。对，就是可能从高雄啊、新竹或者是花莲都有。那你在哪？我在台中，我在台中。我在台中。对。那你从事这个行业几年了？我修车大概10年左右。修10年了、啊。因为我18岁就玩车了嘛。所以你是先玩车才开始学修车？对，然后自己有在卖安全帽跟开酒吧这样。这么跳烫，这么多事情。对对，就是兴趣都是兴趣。所以修车厂不会是也是你的吧？对，修车厂也是我的。也是你的？对，那个时候其实就入股啊，就是现在的以前的教练兼老板，然后我们就入股这样。所以你个人拥有修车厂跟酒吧，还有拥有卖安全帽的权利，然后卖安全帽这样。哇，好帅哦！那我们来看一下你长什么样子喽。好，3、2、1，请拿。哇哇哦！哇，也太漂亮了吧！九头身，对呀，这个身材，对啊。哇塞，他那个开完车，然后那个安全帽一拿下来，吓死人。很难想象，对你的脸这么小，感觉那帽子好大。你可不可以戴一下安全帽，跟拿下来那个帅，拿下眼镜这样稍微甩一下头发，甩头那种感觉，脸会变形吗？会哦。脸可能会有点变，因为之前李毅说过嘛，戴安全帽是最难好看的。对对对，会压扁。对，来了来了。哇，这个安全帽很帅耶！就平常都会，就是保安会都绑的。那我就直接拿下来摔放。要甩哦？当然要啊！哇！哦，不是这样甩啦，没有，就是它亮了吗？对啊，就是这样。那再一次吗？算了，好了。又抢人家左右了。你干嘛啦？你可这样刚洗好头。我们的帽子它真的特别紧啊。哇，就是赛车的时候超帅的。哇，还会压车哎，你看。你最扁可以离地面多近？就很近嘞。就膝盖直接碰到地了吧？5公分吧。这个地方，这一片我们都可以磨。这会不会磨地板？这一片直接磨啊，这一片哦，这个就是磨地板磨出来的。所以如果是靠有点核心的感觉吗？其实全身都要。所以如果一开始练的话，是不是常常就是直接倒下去？会，我们之前其实常常像练车、修车，其实都会断来断去啊，或者是。所以你全身断过几个地方？锁骨有断过，有裂过，肋骨、胫骨，然后像手是歪的，很多啦，很多。可是会不会一变天就开始全身酸痛？会啊，那你还是要坚持玩下去。其实就是因为兴趣，去赛车嘛。那修车是因为觉得说，哦，我必须要更懂车子。可是那你是什么契机下是女生会去选择这一个道路的？是什么？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学校在山上。所以你必须要骑摩托车。没有，然后就前男友刚好在骑车，然后就想说，哦，那就阳金公路看一下，就发现哇，重机很帅。哎呦，对对对，然后就那时候出车祸就被撞。哦，你被撞？对，我被撞。然后在休养的时候，我哥就说，那不然我们去赛车场看一下，就跟着去了。一看就哇，好帅哦，就是每个就是，那种
样的吗？然后还在绷带，对，然后就想说啊，那这样我想当赛车手。可是里面我就去跟老板讲，里面有女生吗？没有，那时候有一个女生，在台湾也是很有名的。哦，对，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车行老板，我就这样，老板我要当赛车手。你才高兴，你才刚被撞哎，对，刚被撞，然后。然后我哥就也傻眼，然后我老板也傻眼。你哥就说你确定？你哥带你去的用意是说让你散散心，是不是？对，散散心。结果殊不知把你推入火坑。对，然后我要当赛车手，所有人都傻眼。然后因为车队全部都是男生，通常车队的女生都是车手的女朋友。哦。对，然后我就这样一头撞进去。所以你有参加比赛吗？有，在台湾跟国外都有。有拿到很厉害的名次吗？一定有啊，因为其实当初比赛其实就是被看不起，尤其在国外，其实他们看到我们会觉得说啊，你这女的就是没有分男生组来干嘛？没有，我们是男女混合。对，可能就是来作秀啊，就是可能从想红台湾来的女生想红作秀拍照啊，然后上场我就干她。就反正就最后那一站就是拿冠军，哇！电爆他了。讲你话的那个男生有没有吓到？他其实蛮有礼貌的，外国人，他其实蛮有礼貌的，对。然后就是会过来，就是说，哦，刚刚其实他们开玩笑的，就是就圆场啦，就把这件事情圆过去。嗯，对。然后其实到有成绩之后，爸妈才开始认同。要不然其实本来我是离家出走的状态，没有。爸妈是恐吓你说你如果要玩赛车你就不要住在这家吗？没有，就是你第一回去没有好脸色嘛，然后第二他们不知道你在干嘛。对，然后其实赛车是很危险而且很花钱的一个运动。一般人如果不知道的话，像你说赛车啊，他花消费会花在哪边？我举个例子，可能像我的帽子多少钱？就一两万嘛，这要一两万，一两万，然后这是我自己的花色，然后皮衣便宜一点的可能一万多，那因为我这个是定做的，就是会有一些啊，你后面这个也是防护的，对不对？对，这个也是防护的，像这一种，怕被撞到，对，这种可能就4-5万，贵一点，5万，贵一点的10-20万。然后鞋子也是特殊的吗？我的鞋子是大概10000多块而已，还好。那你当赛车手，你会觉得很难交到男朋友吗？就大家会觉得，太酷了，太帅。可能工作太多，包含我自己的职业，都时间都尬得很满。因为赛车手你要追到他太难了，很快啦，因为太快了。又在埋了，又在埋了。但是你是没有很快。我说骑脚踏车怎么追你？对啊，最快也才包不到他嘛，包不到他，内包外包都不行。200多，那骑到200多哎。骑脚踏车最快35。我整个看到车尾灯都看不到，35已经有点害怕了，已经害怕了，已经在抖了，你知道吗？他可以看到200，天哪！那会有粉丝堵到赛车场要去追你吗？堵到我家都有。哇，男粉丝还是女粉丝？男生就是会打电话，那时候是我爸忽然打给我，他说刚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你可以把女儿嫁给我吗？然后我就啊，我还不知道是谁。对。然后之后那个男生还杀到我家里，还打给我妈，就一直说你可以把女儿嫁给我吗？你可以把女儿嫁给我吗？你爸跟你妈的电话是网络上查得到、啊？怎么两个都这么好打、啊？因为我妈是就是老师院长托儿所的人，所以查那个托儿所就可以查。对，然后我爸是医生，所以也是真的都查得到。对。你爸是医生，他真的无法忍受你做这个工作。对，所以就是比较传统啊，就没办法。对，然后或者是什么，每次都到我们店里来修车，因为我今天来换机油，明天来换轮胎，后天来换个刹车油，大后天说我觉得轮胎怪怪的。都是同一个人吗？有不同人，也有同一个人。对。可是都没有遇到你让你心动的。对啊，这么有心呢。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比我高。比你高，那就很难。所以追你那几个，要比我高。那个几个没比你高，也有。可是他有一个也是追求我，但是他就是很不错的男生。他年纪比我小，然后他也是因为我才去玩赛车，然后他之后我交女朋友，然后他们两个男女朋友，他们都很喜欢我，我觉得这也很欣慰。我并没有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说我可以给他们正面的能量，然后
让他们也喜欢赛车这个运动。嗯，而且我现在都会跟那个车手的爸爸妈妈聊天。聊什么？就自主的要跟他们聊天，就是其实赛车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对，给爸妈一个对对正确的观念呐、啊，因为毕竟我抗争也是很久，三四年以上有。嗯，所以现在全家都支持你，全家都支持。然后哪里断裂，直接找爸爸。没有哪里断裂，就是哦，你自己想办法去看医生。对啊，你们肾也破过啊？哇，好可怕！肾也破过、啊，真的太危险了。天哪，不会啦，很危险啊！很危险，作为一个妈妈，觉得很危险的，对。不会啦，因为我们当主持人不会莫名其妙肾破裂啊，也是蛮有道理的。对啊，但是真的很帅，对，很帅。欢迎小绿，欢迎。下一位帅女生，欢迎露露。哇，哇，哇，来这里，嗨。所以露露，你是有危险性吗？你做的那个工作？没有，没有，没有危险性。嗯，你身体有断过吗？没有，没有，都健康，都健康的。肾跟肝都在吗？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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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时速可以到多少？时速吗？那是上一个啦。不会，搞不好你的工作跟速度也有关联。有一些东西有。真的？速度。所以是也是越快越厉害吗？对。哎。所以你有打破记录吗？没有，没有，没有。有人比你快，有很多。可是你在女生界里面算是有到前一二快的吗？嗯，全世界来讲的话可能没有，但在台湾算少的。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样子喽。好，露露，三二一，请拿。你好。好。哇。哎，最快剪完一个寸头的人。啊？发型师。我觉得像医美的。医美？帮人家漂眉的啊。哦，雾眉，雾眉。微微，你可以猜到他是做什么职业的吗？因为他腹肌那么明显，感觉好像健身教练。对对对，嗯，还是登山什么的。溯溪王？不是，跳舞是。对，我是跳舞的。跳是哪个风格？我是跳 breaking 的。breaking？ 嗯。你是 B girl？ 对。你是会在地上滚来滚去那种？对。真假？哎，你有没有拿过什么成绩，或者是在参加过什么队伍过？我是去年在台湾的一场蛮大比赛，就是 Rebel BC One， 然后我第一次去比，我就达到了四强。所以你会头转吗？会，哇，刚学没多久。啊？那要表演吗？可以，你今天有带表演来哦？有。哇，真的假的？可是头转没弄好，你可能就会扭到脖子，或是有，我有在比赛上有做过了。不会是在比赛也扭过了？没有没有。你要安全帽吗？我们这边有。我有戴帽子。哦，那就好。帽子就可以吗？以前是要安全帽哎。现在有好这种帽子就可以。比较好看。哦，它真的比较厚是不是？对，它就是里面有垫子，然后外面滑滑。就是专门给人家头转的那个帽子。所以是现在要直接表演一整套的吗？对。有音乐是不是？嗯，有。哦，好好好。那就先来看你的表演喽。哇，欢迎露露。姐夫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只要加入会员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夫犀利的现场录影哦。只是还有机会而已，还有机会而已，反正就有可能。对啊，他腹肌那么大，对，他那个核心又很强哎，轻功水上漂，几乎所有男生很难做到的动作，他都做到了。对啊，厉害哦！你觉得你敢不敢挑战某一个动作？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的？就是你可以撑在地上，有没有立刻学会的简单一点的？风车，抬腿，风车或什么简单一点的？六那个对，最简单的顶得住吧？哎，抬腿，怎么样？先蹲着，右手放在这边，右手放这边。然后两只脚一起踢出去，踢出去，这样子。哦哦。然后再回来。
这样子，对。好，再回来，可以哦。然后呢？换手，换手，换边，然后再一样的，再回来。对，所以它连续做起来会长什么样子？有那么快？哇 ！OK， 轻松自在。是不是这样？不错，不错。可以了，哎呦！好来，哎，我们看，真正全场最会跳舞的人在这边。来来来，我啊，跳舞。我不会啊！你不是 B boy 吗？我什么时候变 B boy 了？ B boy， 他 B boy 出身的，你不记得了？你不是 A I 哦？你要快一点哦！哎呦，真的他会！哎哎哎呦，有！来，头转，加他头转，头转，头转，加他头转，要真的吗？那我自己教我一个那个大风车还是倒立可以定的 pose 还是什么？最简单，一开始我帮你拿，谢谢。手撑在肚脐旁边，肚脐旁边。然后另一只手，等一下撑下去的时候，会在就是在你的眼睛前面视线看得到的地方。然后一开始先这样，然后头顶着是不是？对，这样，下面的脚踩着，然后上面的脚哇拉起来，然后把你的重心放在头上。呵，刚刚那是我已经完成了吗？对。那有很难吗？没有。你要不要来？好，要。裙子不好看呐。你说这样子。对。然后。头对对对对。头撑着，然后嘞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我这样子。哎嗨！哇，你练舞题材的。哎，我觉得以他潜力，他可以更难的。再给他一个动作，再给他一个动作。就头顶，头顶，头顶，头顶。你们怎么不见好就收嘞？没有没有。头顶头顶，就是你见我不好，对不对？我们节目什么时候见好就收了？一定要搞砸才收啊！你终于承认了。头顶呢，就是你的头在这边，然后你的手会在这里，你的头跟手会形成一个三角形。三角形。对。然后头先放下去。一开始的时候，脚可以先放在手上。哇。然后慢慢把腰提起来。哇，要是你会这招，帅毙啊！这样就很帅了。帅毙了，要是你会，真的很厉害。你说，你冒死要不要见他？没关系，这样子，然后头吗？对对对对。哇，好像蛤蟆功。然后你那个项链呢？好，头，然后嘞，这样子啊，可以脚先放在手上，对，然后试着屁股有点往后翘的感觉。嗯哼，这样子。啊，对，可以了，可以了，你的脚就可以离开了。啊，对对对对，离开，离开去哪？成功了吗？成功了，成功了，一开始这样就很厉害。我不会参加，讲一讲名称而已，你根本可以挑战那个头转。我们慢慢，那我就下次。下次，他可以应该转得起来。你觉得他要让他转吗？我觉得可以让他转一下。嗯，不要。不是今天啦，还有一场啦，不是今天啦。谢谢，很厉害，超厉害耶！谢谢露露。好，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李佑真。你好。好，请问你几岁？28。所以你从事的酷的那个职业是会有危险性吗？是没有。然后有在追求速度感吗？算有。是要很快是不是？蛮快，但也有慢。有快有慢，但没有危险性。钟哥有想法吗？冲浪。哦，有快，对啊，有慢，浪大，但是呢有一点危险呢。哦，调酒师不是也快，不是，跟哪一个领域有相关？音乐的，音乐，然后是帅的，贝斯手啦，贝斯手，你的牙齿很棒吗？对不对？可以，不是没有没有，你是不是就贝斯手了？对不对？不是，跟手指有没有关系？有，哎，吉他手，吉他手不是，钢琴，长笛不是。黑管打鼓，我刚刚我们整个乐团都猜完了，只是没猜对。鼓手吗？鼓手，我一开始觉得鼓手很帅。鼓手，哎呦，女鼓手。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真面目喽，佑真。好，3、2、1，请拿。哦哟，天哪，很甜呢。鼓手，你是有自己的乐
团吗？没有没有，就是自己表演，一个人打鼓，对 对, 对，然后就学你自己喜欢的音乐，嗯，然后你是有考上街头艺人的执照，对，你是不是都在威秀那边打？对，你有看过他打吗？他每次打外面都超多人围在那边的，然后很多人给小费吗？看状况，不一定。在那边看很久，然后死不给小费的人讨不讨厌？这么直接吗？应该很讨厌吧？是有啦，对，就是可能他会来看你表演，然后譬如说他拍好拍满，然后就走了，就走。你应该还有做别的工作吧？有有。是什么？我是教 K-pop 舞蹈的。哇塞！这样子的，就是应该就是练什么 Blackpink 啊、IVE 啊、GI 的 Pink Venom。那你现在跳一段舞再打鼓。哇 ，K-pop 哇！那我又跳小 S 姐喜欢的 Blackpink。Blackpink 啊 ，OK。I bring the pain like this, stop pink venom, this stop pink venom, this stop pink venom, get 'em, get 'em, get 'em. Straight to you, don't lie, whoa, whoa, whoa. Straight to you, don't lie, Please stop pink venom, please stop pink venom, this stop pink venom, get 'em, get 'em, get 'em. Straight to you, don't lie, whoa, whoa, whoa. Straight to you, don't lie, Nice. 我觉得他这个这一段可以当一个我们最佳范例。每次大家都说我们没有音乐没办法跳，他这个完全厉害，自跳自唱，都是会很干，他完全不会，完全投入其中，也不尴尬。而且你又会跳舞又会打鼓，真的很帅。你该不会还有跟艺人合作过吧？之前有跟丸童，就是拍那个汽车的广告，就是 Toyota。哇，你在里面演什么？以鼓手。它其实是不同片段的，对，就是说顽童可以开车，鼓手也可以开车，对对对的意思，可是鼓那么大，你应该没带来吧？有啊有，在口袋哪里啊？口袋吗？在，小铃铛吗？所以要现场表演一段是不是？对，可以可以。那我们就欢迎你的鼓进来喽。还转鼓棒，而且他还会看镜头笑那个很甜，然后还有中间有一个这个，拍个 photo， 哎呦，最后的对，完美 ending 这样，帅毙了，自己说完了，哇，你很帅哎，很棒的表演，谢谢，欢迎下一位帅女孩徐彤。小心小心，来来来，施工中会用的安全帽吗？你好，徐彤，请问你今年几岁？27。27，所以你是工头吗？不是，我是工地助理。工地助理？还有剪工地助理呀？工地助理就是会在工地里面的那个公务所里面当小妹，所以你不用真的去做一些粗工的事。对，但是有时候会进到工地，需要去帮忙拍照。然后看一下进度这样子，对，都是蛮轻松的，听起来。但是在工地上班，就是会比较少女生愿意去工地上班，怕危险吗？还是比较危险？怕危险也有，但是因为工地又很粉尘很多，到底有多危险？因为它会有，有时候那些东西莫名其妙掉下来，是不是？是不到会掉下来，但是你都要戴安全帽，因为有时候音架那一些在设置的时候，对，就会怕会掉下来啊。但是没掉过，没掉过。所以你进去工地的时候，那些工人看到你会不会吹口哨？会啊，他就会这样子一直讲说，
阿妹啊什么什么的。现在这年代还有在看到美女吹口哨？有啊，不是要吹口哨，很古早味了吗？对，还说阿妹啊，对对，因为他们都讲台语，嗯，对，然后会请你喝那个吗？保利达，对，保利达 B， 不会不会不会，你有喝过吗？我没有喝过。你应该要请那些工人哥哥喝，哎。为什么工人不是都要喝吧保利达 B， 而且要加米酒，要泡沙沙雅，然后要给他们烟呐，给他们槟榔啊。不用啦，现在那个有规范啦，不能吗？不能，下了班喝酒不能喝酒，下了班也不可以。下了班就是不要在公司都可以啊，离开那边喝。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长什么样子喽。好，徐彤，三二一，请拿面具。哇，怎么清秀？不是出现在工地哦。对啊，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大学，就是半工半读，因为我读夜间部，然后那时候就是离家里很近，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又可以赚一点就是那个费用，所以我就去工地上班，然后一直做到现在。多久了？大学还没毕业就到现在，27岁，好几年了。蛮久的，然后五年了，差不多。你还是没有想要转行吗？对，喜欢这个工作。因为就是习惯了，然后习惯的时候你就会就是觉得稳定，然后就不会想要就是换来换去。所以那个粉尘你也吸得很开心。对啊，吓死了，吸习惯了啦。但是我皮肤蛮好的啦。对，你皮肤很好，也晒很黑啊。对啊，有啦，我就是都要骑摩托车。如果跟一般女生比，我是比较黑一点。黑很多嘛，健康肤色，脸你看那个，他脸那个粉底很厚，你没看？然后看他颈子是很黑的，对，他两个色差差很多，哎，这是你真正的颜色，真的，是因为红红过敏吧？没有，这是他真正的颜色。他颜色，你看他的粉，可是他的脚又很白，哎，你干嘛不擦跟你脖子一样颜色的粉底啊？没有啦，因为我就是不想要上节目看起来太黑，可是你这样很像鬼。黑 OK 啊，现在超多健康肤色的女生，你看多 OK 啊，对啊，健康，对啊，对啊。你做这个工作好交到男朋友吗？就是如果这样子，跟多少工头交往了？为了完成这门生意，我问你，工地里面会不会真的出现帅的那个工人？我真的没遇过，真的没遇过。五年了哎，真的有那很壮的吧？有很壮，但是都是那种阿伯等级的，都是阿伯。可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外籍的，对。那有些也帅呢，可是好像就没兴趣。我可能我比较喜欢小钟哥，但是他刚才一直在那个，你知道，一直在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一直在那边讲说，哎，菲比今天怎么没来？的时候我是说，哎，怎么菲比一直问呢？我只说菲比怎么今天没来？超过十次吗？我是闲聊。我跟你讲，超过十次。他说，如果他今天来的话，他说什么？他今天如果就是在那个录影的时候，他会比较有劲啊。就是吵到就冲口哎。而且他一字不漏记下来，什么？而且你们不认识吧？你当时认识，然后当时是不是万万没想到要防这个人？我没想到要防这个人，我还想说你不是个肤浅的人，说晒这么黑，然后那么肤浅。还在没有，是纯粹跟那个领酬劳的那个通告聊天，就闲聊。哎，为什么开口闭口都是菲比？没有，他闲聊，他就说菲比最近身体不好。我说哦，就这样，对不对？就结束啦。但是他就是一直想要，就是说，我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就是排一起这样子。哇，所以你今天很没劲啦。我刚刚都已经这样子了，还没劲。哎呦！谢谢你提供这个资讯给我，真的是很重要，没想到哎。谢谢。哎，但我问你，你平常私底下上班会化妆吗？不太会。那我给你个建议，你要不要趁我们还有来宾之前，你去改一下你的妆？因为在镜头上面，你黑白很明显。我们让你去把它改掉，好不好？好好，擦成你正常的肤色，小改一下，好不好？我们现在让你去休息一下。好，谢谢。不会哦。好可爱。改一下，那个黑白太明显了啦。他没有跟他串好。欢迎下一位帅女孩晶晶。
感觉是运动类的。好，晶晶你好。Hello， 大家好。请问你几岁？我现在21岁，这么年轻，大学生。对，大三升大四。所以你的表演是跟前面的人会有一点那个吗？就是类似？我觉得跟 Breaking 有一点点类似。哎，对。跟 breaking 有点类似，这么帅，所以是 locking 吗？不是， popping， 不是，不是舞蹈的，刺青，对，其实不算是舞蹈。我在瞎猜什么、啊？哦，不是舞蹈的，对，不是舞蹈，体操，有一点类似啊，体操，武功，也有一点类似，哦，太极，因为它是一个还蛮新的极限运动，所以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这是酷跑，酷跑，跑酷跑，跑酷跑，酷跑酷。比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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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来，晶晶晶晶晶晶，不是，所以不是跑酷，对，不是跑酷，但蛮像的，有接近的，非常接近的，所以是有新到我们可能真的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吗？对，没错。好，那还是说你直接告诉我们是什么好了。好，我们请拿下面具，好，三二一，请拿。哎，好可爱，太甜了吧，很甜美啊，很可爱。你是 AKB 里面会出现的人呢？对，对。可是我很黑耶，你哪黑呀？你有去看改装的那个什么？可是他很黑，还好他人不在，不然他一定很伤心。就像说你这样叫黑哦，对啊，你很夸张，手和脸是有差别。等一下会有一位小姐进来，你就知道什么叫黑了。好，所以你跟我们讲一下你到底是做什么的？我是练 tricking 的，然后它是一种蛮新的极限运动。tricking 对，它在台湾发展还不到10年，所以大家很容易没听过它。嗯，然后它是 breaking 和体操结合的运动，然后还会加一些像跆拳道的踢技这样子。哇，所以你今天是有表演，你有准备一套要表演吗？我有准备有几个动作可以表演给你们看。哎呦，我等下要做两套动作，然后我第一套会做后旋踢加 TD Rise。TD Rise， 这个是我们 Tricking 才有的特别的动作，你们大家看我做就会知道。好，那就来喽，已经。哎呦，你要干嘛？要干嘛？哇，帅啊！哇，好帅啊！刚刚最后那是 TD Rise 是不是？那个是 TD Rise。哎呦！所以前面那个是后旋踢。对，后旋踢加 TD Rise。TD Rise 难度是高阶，大概是高。已经是高阶了。对，那我等下下一套会做360旋踢加后旋踢，然后再接一个侧空翻。哇塞，感觉很复杂哎。好复杂，我都记不住了。好，我的速度会很快呀，请你们。好好。我们需要把握那个瞬间。把握瞬间。对。嗯，好。小心哦。会踢到我吗？不会。哇！厉害厉害，很帅哎，侧空翻哎，对，这个难度高，而且他可以把那个后旋直接接下来，对啊，你直接不是顺着的哎，嗯，对，就是这个更难，对不对？对，所以如果这个在比赛里面可以拿几分？很低分，为什么？因为大家大部分都是。假如有净空翻加转体的会拿更高分啊，假如你转两圈就会更高，转三圈就更厉害。好，然后你不要对自己的肤色没有信心好不好？我们现在请一位小姐进来给你看，对，让你比一下。好，我们欢迎改装完毕的徐彤，你好。Hello， 其实也还好啊，有差吗？他脸没那么白了啦。对，脸。好，你手臂可以方便露出来吗？可以。对，但是就是很黑啊，好像有黑，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太黑。对，你们比一下。他说我好像比较黑。哎，就你好像比较黑，对，你真的比较黑。我们刚刚回来比这个，让他说他真的很黑吗？怎么办？他脸白。你现在有比较有自信？觉得他这样要黑不黑的也很可爱啊。它上面看起来就是白的，对啊，为什么？对，你的脸那个妆很自然，你的很不自然，为什么会这样？你是不是在报复我？你看出老艺人的心机，你平常心讲，他的妆是不是很不自然？对，节目后退。他的妆真的，他的妆有点白鼻心的感觉，真的啦。你看鼻子中间。没有，想说你不要那么
小心眼好不好？没有，真的。你很小心眼。没有，你的妆真的，你要，你真的，你下次妆你是自己画的吗？你下次叫别人帮你画。你这个妆是自己画的吗？哎，对，我觉得很自然啊。这小妆花就是在记仇了。对啊，千万不要得罪老艺人。好。好，谢谢，谢谢你们两位，谢谢。其实女生要维持帅度，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我本来觉得自己蛮帅，可是看完他们之后，觉得自己其实还好，没有很帅。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嘛，所以我都是家里的一些，比如说搬东西什么的，然后都是自己来。对对对对对，所以就觉得那时候觉得自己很帅，可是看完他们觉得还好。那我觉得帅气女生。就是女生跟男生的体力还是有差，所以我觉得女生还是要照顾身体才能够帅气。那照顾身体，当然就像你说的吃东西，然后我自己觉得睡觉很重要，睡眠太重要了。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现在就是如果没有睡觉的话，就是隔天做的状态都会对都会很不好。嗯，那我这一阵子就有吃一个，就是其实我上次有来的时候有来介绍过，它是一个红色袋子啊，那个，而且。最近就是孙艺珍，她有 po 文，她晚上也都有在吃，就是因为她就是你看她生完小孩，那她一定还是有要照顾小孩的部分，可是她就是真的皮肤状态、精神状态都很好。那我自己有吃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就想要带来分享给大家。欢迎她，就是这个胶原夜亮饮，很像夜亮。夜晚的夜，然后很亮的亮，夜亮饮，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先喝喝看，就是觉得味道怎么样？哎，味道很好哎，有点酸酸甜甜的，真的很好喝哎，很能够入。有的味道是不好，这味道是非常好。这里面是有加蜜桃吗？嗯，就是它其实就是跟之前果汁对红色那包一样，就是因为一般的胶原蛋白都会有腥味，可是他们家的真的就是没有，就很像果汁。嗯，然后呢，它这次就是出叫做夜亮饮，它其实就是有概念，就是边睡觉，然后它又帮你保养，而且呢，它就是等于一整包的很高浓度的。精华液，对，就是有点像晚安安瓶那样子，所以就只要在睡觉前喝一包，它就可以边睡边保养。然后它里面的成分呢，其实就跟红色包装一样，它里面呢有的是韩国浓密型的双生胶原，然后它光胶原蛋白啊就含有6000毫克，哇，好多哎，很多哎，因为很多市面上其实不到6000。对，其实都很少。那如果很少的话，其实吃的是没有用。而且啊，它是用最好吸收的小分子双重生态，那就是你知道吗？一定要分子小才能够吃，比较好吸收。对对对对对。那因为吃了之后啊，你的睡眠就会比较好嘛。那当然，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比较亮，就会充满满满的胶原感。它唯一跟红色不一样的是，它有加了一个，就是非常适合睡觉前。可以用的一个成分叫嘎巴，哦，就是丰富入眠的，对，嘎巴，嘎巴呢，它其实很适合睡觉前吃，是像我啊不会失眠，可是我是那种睡觉很容易被惊醒或者是很浅眠的人，对，然后嘎巴它就是可以让我一觉到天亮，重点是口味又很好，对对，重点是我们这是你起初的素颜照吗？嗯，对，这是没修片吗？没有修片，这很夸张，这个夸张的，而且其实每次微微姐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像素颜直接来，对，你到底有没有擦粉底？是有化妆还是没有？好像是裸妆，我有擦那个。隔离霜而已，对，就这样，眼睛也没有弄东西，眼睛有睫毛膏啦，我有画眼线，那就没了。可是你皮肤，可是呢，我今天有特别没有画粉，你今天几乎是素颜呢，差不多。可是我就是跟以前一样，就是血管，哦，这还好，那还好，那是皮肤很细的人才会这样，对对对，就是血管。然后这个就是我喝了2个礼拜，然后我就觉得效果，是喝2个礼拜素颜就可以那么美吗？我觉得其实有在补充皮肤，真的就是我觉得会慢慢的睡得好，对，然后睡状态看起来就会好，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整个是身体的细胞在修复的时候，所以说喝这个可以让你真的是很好入眠。因为我本身也是比较不好睡觉，浅眠啊，我比较浅眠，所以喝这个会真的很好睡。对，哇，那真的太棒了。所以你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被惊醒吗？有，其实我。之前来，我记得有一次在跟你聊的时候，你不是说不好睡觉？对，你那时候也有讲到嘎巴，我真的觉得它就是真的，就是当然它不是那种安眠药，你吃了就睡着，不是。可是至少我现在就是可以早上睡到就比较不会浅眠，比较不会做梦这样子。就像说我们睡觉不是会睡，会扭一下，对，掉下去了。对对对对。可是我现在就。几乎就是没不会太不太会做梦，对对对对对，很棒哎，是很棒，对啊，睡好好重要，推荐给大家，很棒的推荐呢。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五位帅女生都表现得非常棒，但是有一位呢一直看他们五位不是很顺眼，他觉得他今天都没有讲到什么话。韩竹，还有怎么了？你刚刚一直摆出一个脸色，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我觉得很顺眼啊，而且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呢，其实不止大家顾好外面的健康、漂亮、睡得好之外，其实内在要有想法是很重要的。所以要跟大家讲呢，像是可以上这个全新的 EBC 地产王的网站，还有订阅他的 YT 频道。因为呢，你如果你想要当个地产王的话，就要看我们的 EBC 地产王。这几年呢，房市的投资其实越来越热，所以当上这个官方网站或是看 YT 的频道，就可以让你掌握到房市的趋势跟流行，甚至呢，在买卖投资房地产的买点，或者是其中的它的那些投资资产，都有很多好的资讯在里面，帮助你挑到好的房子。另外呢，如果你已经买了房子之后，一定也会对了硬装跟软装各种装潢大小事会感到很烦恼。下一步，所以呢，其实在这个网站上，你也可以找到很多参考资讯，或是多看看它的 YT 频道，有很多赏屋的影片可以做参考。所以呢，这些好的知识就在 EBC 地产王，请大家订阅起来哦。好耶！然后也谢谢今天五位这个帅女孩，我觉得里面有一些东西有相当的危险性，所以呢，如果我觉得今天看到播出想要去学的人呢，一定要透过正当的管道，不要在家里乱弄。对，然后真的很谢谢你们今天带来的表演，谢谢，超帅的。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开启小铃铛哦。